我这要求无过分啦，所以啊，这个老菩萨啊，伊就坐咧这个门床啊，伊的家里是些媳妇啊、亲戚朋友啊，都甲伊念阿弥陀佛啦，真正念念到超过十五分钟以后啊，阿弥陀佛啦，就来接这个菩萨去。你看，这个老菩萨的十天，和因全家口啊，都转过来念佛了。所以你看，偌自在啊！那呢，这是要靠什么呢？就是靠啊，普通时啊，所有的善根，信心回向，愿生西方净土。咱爱甲普通时啊，一切善根都回向求生西方。那安尼，咱即卖伫即个世间啊，求一个啊健康长岁寿啊，其他啥物都无爱。下一句下原文就是中心中的中心了。乃至十念，这个十念啊，就是通戒咒的。临命终时，十念一念都会当往生啊。这伫咱的历史上，伊是有例予咱看的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毋是假的。咱再来看下底边的原文。唯独五业开放正法，即两句。伫即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内底边有讲，五业十恶，临终啊，如果若拄着即圣贤啊，殊胜的贤啊，伊嘛会当往生西方的。五业罪。做这五欲罪啊，毋是讲无法度通往生啊，所以可见伫遮即个五欲啊，伊是插花啊一句话之意。重要的就是外后即一句，诽谤。一个诽谤的人啊，伊根本就袂相信。那安尼，这是要安怎？这是要安怎会当来往生呢？换一句话讲啊，如果你若无诽谤，你会当来接受，你会当来相信，那安尼，你做做五欲罪，嘛是会当来往生的。这个唐朝善导大师有有讲过，伊讲这个所在讲的实念，就是。十句的符号，毋是普通时啊讲的十念法，进一口气是一念。伫遮所讲的，就是十句的符号。所以啊，临终十念，就是讲啊，即个人一生当中，将来啊，都毋捌听过即个符号，甚至啊，将来啊。都毋捌学过佛，一直到临命终的时阵，伊才拄到即个善知识，劝伊念佛，劝伊求生西方净土。那安尼，伊一听，伊就相信，伊就马上来接受，就真正来发心。所以即个讲啊，自听到佛佛号，一直到往生。原文所甲咱讲的，至心信后，所有善根，信心开向，这就是完全啊符合经典内底所讲的标准。那安尼，伊安怎袂往生呢？当然嘛往生啊，只不过啊，伊念的时间较短而已啊。当然，时间念愈长是
如何？讲到这念佛，善导大师伊嘛讲甲足清楚的。伊讲啊，上紧的人啊，伊是静行修啊，一生来念佛的啊。亲像这一种临终实践的人啊，这是算下下紧的啊，因为啊，伊一生无这个缘分，拄到这个佛法，到这个临命终时啊，才来拄到。那安尼，诸位菩萨大德，咱一定爱知影，一定爱了解好清楚啊！临命终的时阵，要拄到。从界界限度，一定爱记住咱即马现在要讲的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一定爱记住啊，你才会当往生啊。那安尼，咱来先讲第一个条件。这第一个条件啊，就是讲。你临终的时阵啊，咱这头壳一定爱保持清醒啊。咱看足侪人啊，要往生的时阵啊，这个头壳都已经无清楚了。所以这个条件唔是遮尔简单个。如果临终的时阵，若破病到昏迷不醒啊，若安尼啊，一点仔机会都无咯。所以咱念一生下苦，临终的时阵啊，破一张重病啊，这要往生都无可靠的。所以这咱一定爱记好条啊。因此啊，咱人啊，普通时啊，袂使无修复一下，修复就伫即个感情。如果你若讲到临命终的时阵，想要来修复啊，安尼就白糊了。所以啊，咱一定爱普通时啊，认真来修复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，爱求啊。临终的时阵，头壳保持清澈明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那安尼，咱再来讲第二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啊，就是讲，伫这个时阵，关键的时刻，要紧的时阵啊，你真正爱拄到一个正港的电视。善知识啊，真正正港的善友啊，来提醒你念佛啊。如果伫这个关键的时刻、要紧的时阵啊，如果若无提醒你啊，那安尼往生嘛是无可能的。所以啊，这是第二个条件，一定爱拄到一个正港的善。知识或者善友，那安尼，咱再来讲第三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就是讲，你一听到啊，马上你就接受，马上你就去做。如果你那么无马上去信受的话，那安尼你差不多要断开了。你家己想看卖啊，安尼感觉会？袂赴啊！一定爱紧啊，袂使丢毒一啊！一点点爱丢毒都拢无啊！马上就来接受，马上就去做啊！马上就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亲像唐朝啊，一个
张显和、王兴。即、这个张显和啊，伊是普通时啊在台语的，你家看卖啊，一生台语啊，看台偌侪只。伊临命终的时阵啊，即、这个地角现前啊，地角上现前啊，伊讲伊看到足侪即个牛头面的啊，要来甲伊讨命。伊心足惊吓啊，大喊救命！毋过即个张显和伊的姻缘非常的好啊，伊在大声喊救命的时阵啊，拄啊好有一个出家人经过因的厝外口啊，听着伊在叫喊救命，伊急伊啊，甲伊问啊，伊讲啊，即个张显和讲啊，伊看到足侪牛头的啊，要来甲伊讨命。一个出家师父就甲伊讲啊，你较紧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忏悔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这张显和真正有神经啊，伊就听这出家师父的话啊，大声喊阿弥陀佛啊，念无几句啊。伊讲牛头人已经无去了，即、这个出家师佫甲即个张显和讲啊，佛号毋通断，继续念。所以张显和做善根的啊，伊佫继续念啊，念无偌久啊，伊讲阿弥陀佛，大概错。这啊，伫咱的中国历史上，学佛的人都知影有即个故事。这是真人真事啊！这就是临终十念往生的。那安尼，咱一定爱理解好清楚。安尼往生的人啊，这是万万临终难得有一例的啊！这三条件都具足，欠一条都袂使一条。所以咱一定爱知影，这绝对毋是意外的。这是人啊，无量劫以来啊所积的善根福德因缘。所以咱袂使啊，心里啊存一个啊偷食糊的心理。那安尼，咱再来讲，临终十念啊，安尼到底伊的品位啊是安怎呢？是毋是讲即个临终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下品往生的呢？这是不得确啊。善导大师有甲咱讲，伊讲啊，通于三昧。立于九品，莫不往生啊！这话啊，予咱听着，非常的惊奇啊，真正是不可思议啊！咱平常人往生啊，品位的关阶，就是爱看咱念佛的功夫深浅，这是以咱的正业的程度的深浅来往生的。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不同。那安尼，五逆的人，伊的往生是伫这个临终迄一念忏悔力量的深浅来决定伊的品位。如果伊是自性心忏悔，彻底忏悔啊。那安尼，伊的品位啊，一下啊，就会当提升到上品。所以咱毋通认为啊，五逆的人啊，做五逆罪的人啊，